终于回来了，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抱歉，我真的想要降低一下下就好。我不知道这他妈到底差在哪里。循序渐进。请跟着咪普利一起动起来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将膝盖交互抬高，触碰 Rincon 吧。腿部往上抬时吐气吧，最后一次，好的 ，OK 了。那个自称骑下一个是抬高脚踝的伸展运动。说鲁苏苏没抬高脚踝内侧，触碰 Rincon 吧。身体太僵硬了，就别碰了。那个时候在 Rincon Party 拍照，那个不是拍照，开始晃的那个胖胖的先生，感觉很棒。到底是哪一位？接下来是针对背部的伸展运动。大步踏出，将身体重心往下移，感觉一下背肌是否有挺直，注意不要让腰部后仰，最后各一次。我很屌欸，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，不要代替我发言，你可以直接在我面前打开双脚的侧身伸展运动。拿起 Rincon， 将身体往侧面倾倒。不要让我站一次。习惯后，动作幅度容易变小，请小心。这也能预防腰痛。最后各一次。辛苦了。我的基因中心也变了。刚讲完基因中心又回复了。胸大肌，做得好，很好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
很棒啊！加快节奏吧 ，OK， 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可以的，就是这样，还用五次，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，好哎，最后一次，完美。用腹部而非手臂施力。请选择技能。甩手。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。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腰部腰部倾斜为目标吧。左，还有二十次，还有一半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十次。右，左。肌肉很开心哦。就这样将我持续往腹部推压吧。很好。太好了，是宝箱，就交给我打开吧。菠菜果汁，哇！技能吧，又回血了也靠北要浪费。向下推压，好，动吧，推压的同时大腿内侧一起出力吧，很棒哦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哎 ！OK， 很好，太棒了，很好，就是那样，棒 ，OK，OK， 好厉害，很好，超棒的。很棒的，做得好，很好，闪耀着，很好，完美啊，发自己的潜力吧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很好，加油 ，OK， 还有五次，很好，好哎，还有三次，可以的，好。
完美，好好的持续追压吧。选择技能攻击吧。少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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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注意不要让身体的重心偏离了。右，还有20次，还有一半。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还有10次。右，左。右，左，还有5次。右，左，右，真是完美！腹肌防御，边吐气边以腹部之力。还早还早哦，请选择技能。哇，太太大腿攻击力50倍。太太大腿。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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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抬腿也是腹部训练的一环哦。左，还有20次。很热血的战斗，辛苦了。好完了，来吧，用胜利姿势将做完的运动转变为经验值吧。缓缓蹲下，累积深蹲之力，伸直全身 ，Victory！ 累积深蹲之力。临近舞者，我都加攻击耶。我加防御耶，要买他黑色劲装。
瞄准时，水晶偏了，只要我朝下的话，就能复原哦。注意敌人的颜色，选择技能吧。好，动吧！连突击，连推压瑞克吧，很棒的，好厉害，很棒啊！好，很好，闪耀着，很好 ，OK， 做得好，很好。超棒的，很好，很棒，完美，好哎，很厉害，很好，很好，太棒了，好，加快节奏吧，很好，很好 ，OK，OK。OK, OK,加油，还有五次，很好，很好，好哎，可以的，好哎，做得太好了，边吐气边以不努力，选择技能攻击吧，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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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辛苦啦！感觉很棒。完全蹲下后，伸直腿部吧。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做得好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技能攻击吧，甩手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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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注意不要让身体的重心偏离了，左，还有二十次，还有一半，右左右左右左，还有十次，右左右，还有五次，左，右，左，做得太好了，用腹部而非手臂施力，来吧，选择技能吧，椅子姿势，慢慢倾倒，慢慢回来，膝盖请勿超过脚尖，
流浪好舒服啊。技能，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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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抬腿也是腹肌训练的一环哦。左，还有20次，还有一半。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。还有10次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还有5次，左，右，左，做得太好了，好好的持续施压吧。来吧，选择技能吧，深蹲，好，动吧。是会运用到大范围肌群的运动，很棒啊！很好，很好。缓缓蹲下，伸直 ，Victory！
了，走吧。想吸入什么的时候，就将我拉开吧。技能攻击吧，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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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好好伸展背肌吧。左右还有20次，还有一半。右左右左右左右，还有10次。右左右左，还有5次。右左右，做得太好了。请选择技能，高举双臂推入，要开始了。抬高手臂时要避免腰部后仰。 OK OK， 超棒的，好哎，好哎 ，OK， 就是那样，很棒的，动动身体果然很棒哎。英雄一的姿势，再回来深蹲。选择技能，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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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期待提臀的效果。右还有20次，还有一半。右左右左右左右，还有10次。右左右左，还有5次。右左右，真是完美。好好的持续推压吧。来吧，选择技能吧，甩手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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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象自己的身体笔直不松。还有20次，还有一半。右左右左右左，还有10次。右左右，还有5次。左右左右，做得太好了。推入时腿部微弯，
加油！是的，英雄一的姿势。慢慢向左倾倒，慢慢回来，步步施力，注意腰部，不要过度后仰。而非手臂施力，信心太少了，小心点，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进入动作吧，右左。哎呀，还真是挺难缠的。缓缓蹲下，伸直 ，Victory！ 上集包菜狗汁，为什么这边有骷髅？得大量得分硬币吧。Ready, go！ 意识着收缩中的肌肉进行吧。延伸两腹斜肌。先吐气并回到原位，很好，感觉很棒，要收集特定的宝石才可以买特定的服饰，对不对？啊，啊。
Ready, go!脚尖请笔直朝向前方。炸弹的话就会扣分喽，就是这样，很好。也许是能打造紧致美腿的运动装，很好，很棒。感觉很棒，精彩，吓一跳，真厉害。小江，喝水。感觉很棒，选择技能攻击吧，英雄一的姿势，慢慢向左倾倒，慢慢回来，膝盖的弯曲程度以90度最为理想。换边也要记得换脚哦，慢慢向右倾倒，慢慢回来，伸展背肌，上半身与地板垂直，很棒哦。来吧，选择技能吧，椅子姿势，慢慢倾倒，慢慢回来，膝盖请勿超过脚尖，很棒的战斗，
的颜色，选择技能吧。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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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肩膀和手臂同时进行动作，左，还有20次，还有一半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10次，右，左，右，还有5次，左，右，左，我的太好了，好好的持续推压吧。选择技能吧，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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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样？腹肌防御，边吐气边用腹部之力。要好好补充水分哦。英雄一的姿势，慢慢向左倾倒，慢慢回来。抬高手臂时，注意要展开胸膛。总算撑过去了，很厉害哦。颜色，选择技能吧。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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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旋律大幅度动作吧。右，还有20次，还有一半。右左右左右左右，还有10次，右左右左，还有5次，右左右，做得太好了，推入时腿部微弯，来吧，选择技能吧。甩手，尽量好好的扭转吧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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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腰腹腰部倾泻为目标吧。左，还有20次，还有一半。右左右左右左，还有10次。右左右，还有5次，左右左，真是完美，腹肌防御，用腹部而非手臂施力，要好好补充水分哦。英雄一的姿势，慢慢向左倾倒，
慢慢回来，屈膝时别让膝盖超出脚踝。好，左右换边，也要记得换脚哦。慢慢向右倾倒，慢慢回来，请勿过度前倾或后倾。很热血的战斗，辛苦了。缓缓蹲下，伸直。Victory！ 多菜。不行，打完杜拉宫才可以休息。准备好了吗？努力炸，努力炸，干你娘还要自己炸。完成。好哎，哇哇，就是那样。好嘞，感觉很棒，虽然路还很长，一鼓作气跑完吧。撑一下，干！也很棒，别再训练了。
继续下去的话，你的身体会……倒霉呢！如果可以长得成这样的话，我愿意花一点。选择技能。摆开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动作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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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再提升效果哦。左，右，还有20次。右，还有一半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还有10次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5次。右，左，右，我的太好了。推入时腿部微弯，来吧，选择技能吧。英雄一的姿势，慢慢向左倾倒，慢慢回来，请过度前倾或后倾。也要记得换脚哦，慢慢向右倾倒，慢慢回来，膝盖的弯曲程度以90度最为理想。真是完美。我好性感，要好好补充水分哦。摆开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，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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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抬腿也是腹部训练的一环哦。左，右，还有20次。右，还有一半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还有10次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还有5次。右，左，右，完美，腹肌防御，用腹部而非手臂施力，还早。太少了，小心点。英雄一的姿势，慢慢向左倾倒，慢慢回来，伸展背肌，上半身与地板垂直。也要记得换脚哦，慢慢向右倾倒，慢慢回来，注意肩膀不要上抬过头。
给他吧。好啊。加油，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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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，好好运动，燃烧脂肪吧。左右还有20次，右还有一半，右左右左右左右还有10次，右左右左还有5次，右左右，完美，腹肌防御，好好的持续施压吧。别太勉强，喝点水吧。英雄一的姿势，慢慢向左倾倒，慢慢回来，注意上半身不要过度倾倒，换边也要记得换脚哦，慢慢向右倾倒，慢慢回来，抬高手臂时注意要展开胸膛，真是完美，腹肌防御，边吐气边以腹部之力，信心太少了，小心点。抬抬大腿，尽量充满活力的做动作吧。右，左，右。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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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，好好伸展背肌吧。右左还有20次，左还有一半，左右左右左右左还有10次，左右左右还有5次，右左右左，做得太好了，还挺厉害的，加油啊，英雄一的姿势，慢慢向左倾倒，慢慢回来，腹部之力，注意腰部不要过度后仰，运动了很多的，很好。Bye.
缓缓蹲下，伸直 ，Victory。将右手的拇指指腹中央对准图片位置，轻轻按压吧。正在测量，请保持不动。无法顺利完成测量。死人了！请。斯波达王国与斯巴达队长。哇！赢！城镇任务在哪里？啊！我不知道那个城镇任务在哪里，三个问号达成率70%，有点受不了。那么开始静态伸展，不会用到 Rincon， 请放置于安全处。腿部并拢，身体放松，边吐气边前屈，静止后缓慢呼吸。就这样，同样的动作再维持一下。膝盖微弯，从腰部开始依序起身。打开双脚，抬高双手，并抓住左手腕，一边拉着手腕，并将身体倒向右侧，伸展侧身吧。
回复姿势后，换手倒向另一侧吧。请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缓慢伸展。慢慢回复身体姿势，双手叉腰支撑腰部骨骼，上半身往后倾，伸展腹部，以手心支撑腰部后侧，使其稳定。慢慢回复身体姿势，右脚向前跨出，手叉腰，弯曲右膝，伸展左腿的小腿肚，换另一边的脚，重心往前移，伸展另一侧吧。慢慢回复身体姿势，弯曲左膝，从身体后侧抓住脚踝，将膝盖往后伸，伸展大腿前侧，另一边也是。不稳的话，请靠墙或用椅子支撑。慢慢回复身体姿势，伸展运动结束，辛苦了。完全不摄取会有坏处，由于碳水化合物限制减肥法的流行，碳水化合物容易会被当成有害物质，但其实碳水化合物可是身体的主要能量来源，特别是对脑的活动而言，要是能量不足，身体就会分解肌肉组织来弥补不足的能量，如此一来努力训练的成果就会化而无有。虽然过量摄取碳水化合物有害健康，但也不能完全不摄取，所以注意摄取适量碳水化合物食物吧。可以抬高一阶，我一次降了两阶，有点降太多了，看怎样跳一阶了。嗨，那差不多七点吧，七点我开始打录一集羊楼山连关台啦。再见。